Ken 全智贤密恋九个月。28岁韩国女星全智贤恋爱了，而且还是姐弟恋哦。韩国首尔体育新闻网昨天报道，虏获芳心的正是27岁韩国小天王 Ran。恋情从去年10月至今已经9个月 ，Ran 还被拍到开着爱车自由进出全智贤香闺，两人戴卡地亚情侣饰品 ，Ran 戴戒指，全智贤是手环。报道指出，他们经朋友介绍认识，陷入热恋。两人住得近，但 Ran 每次开车会家人都很谨慎。全智贤家保安森严，但 Ran 有门禁卡。约会地点都在全智贤家里，避免抛头露面。而全智贤手机里 Ran 的昵称是绝对至尊，这对恋人怎么看都超速配，不仅年龄相仿，男帅女美，外形登对，广告身价也差不多。全智贤昨天对报道不愿回应， Ran 则表示去全智贤家大楼是找朋友，报道的恋情是子虚乌有，还考虑对偷拍媒体提告，但他并没有交代为什么拥有全智贤家的门禁卡。东新闻综合报道。